做的丸子特别香，给肉都不换。一把青萝卜丝儿，一把胡萝卜丝儿，放一小勺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静置10分钟，腌出多余的水分。把水倒掉以后，把萝卜丝儿剁碎，然后放点葱花、五香粉、鸡精，打入3颗鸡蛋，拌完普通面粉，搅拌均匀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用虎口捏成丸子的形状，用筷子试一下油温，下去以后冒小泡就可以下入丸子。用筷子轻轻拨散，让丸子受热均匀，全程小火炸到这样金黄，控油捞出，丸子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丸子特别香，给肉都不换。一把青萝卜丝儿，一把胡萝卜丝儿，放一小勺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静置10分钟，腌出多余的水分。把水倒掉以后，把萝卜丝儿剁碎，然后放点葱花、五香粉、鸡精，打入3颗鸡蛋，拌完普通面粉，搅拌均匀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用虎口捏成丸子的形状，用筷子试一下油温，下去以后冒小泡就可以下入丸子。用筷子轻轻拨散，让丸子受热均匀，全程小火炸到这样金黄，控油捞出，丸子就做好了。